外出走。啊，包子！我做的包子呢？啊，包子，包子，好多的包子！小和尚，几个包子不至于那么紧张吧？这可是我要布施给穷苦人的，我忙活一整天呢。古代，老实交代。不知道。没看见。不是我。嘉玲，搜集犯罪证据。布袋。没站住。师兄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吧。哼，你这个馋嘴的家伙，太过分了。真不知道包子是不施给穷苦人的，不然打死我也不贪嘴啊。你已经没机会了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关小黑屋。好好反省吧。不要关小黑屋啊，不要关。小和尚，还是饶了布袋吧。不可以，犯了错误就得受罚。小和尚，布袋已经关了大半天了，还是饶了他吧。不行，我气还没消呢。可布袋是你的好朋友，你应该给个改过的机会吧。这……小和尚，打坐的时候怎么还嘀嘀咕咕的？师父，我徒儿正在犯难呢。原来是这样。师父，您说是不是特让人生气？几个包子也不至于此吧。师父说风凉话，要是被偷吃的是臭豆腐，您就不会这么说了。阿弥陀佛，包子没了还能做，可友情没了，再想找回来就没那么容易喽。既然已经认识错误，你就应该原谅嘛，孰能无过呢？我明白了，谢谢师父。太好了。小和尚去哪儿？晚修还没结束呢。挽救友情喽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呆呆，吃大餐喽！呆呆，呆呆，我们不玩捉迷藏了。嘉玲，快搜索一下呆呆的踪迹。报告，呆呆不在房间里。那在哪里呢？放云十里不见踪影。啊，难道戴戴离家出走？这可怎么办？他小胳膊小腿的，跑到哪里去啊？冷静冷静，戴戴会回来的。以前他赌气不也藏起来过吗？可这次躲得有点远。放心吧，戴戴就是一时生气，明天我们就能见到他了。戴戴最有可能来的地方。对了，这个馋鬼，金掌柜。小师傅，赶紧里面请。不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找戴戴的。戴戴？什么戴戴？是这个吗？不是。是这个吗？不是。这里总有你要找的吧？掌柜，难道你不记得我戴戴的样子？还真没怎么注意。长得实在没特点。看来戴戴不在这里。没准躲在哪偷吃东西呢。对啊。厨房禁地，闲人不得入内。您就让我瞅一眼吧。里面都是高级机密。掌柜的厨房卫生不合格，就怕人看呢。干活去。
不吃饭，别来影响我生意。一点线索也没有，嘉玲，你再搜搜。我只能大致搜索，精确定位还有待改进。我的麻花呢？站住！抓小偷啊！什么情况？大白鹅吃麻花？这可真稀奇，欢欢乐乐怎么会偷麻花？就是，麻花这东西都是布袋子喜欢的。对啊，难道和袋袋有关？一定有蹊跷，找他们问问。大白大灰，你看见袋袋了吗？大白大灰，别走呀，别走！问到什么没？我一提袋袋，他们就跑。果然可疑。跟紧了，一定有线索。我好紧张。可疑的地方，也许是欢欢乐乐的秘密基地。他们说怎么办？去找人帮忙？我们的话谁也听不懂。我不在家，要不找嘉玲？找你？别打岔，还有下文呢。不行不行，呆呆不会同意的。呆呆，果然在这里。欢欢乐乐，你们就让我见见呆呆吧。呆呆不想见到你，还是让他见见吧，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因为呆呆生病了。呆呆，呆呆，你可千万不要离开我！呆呆本来还好好的，可突然就成这样了。会不会是吃麻花噎着了？别拍了，你就不能不折腾我吗？呆呆，呆呆复活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抓着你的过错不放，更不应该关你禁闭。对，我错了，以后我一定学着去包容。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，现在麻烦你放我下来。呆呆，你好些了吗？我们回去吧。师兄，我感觉怪怪的。呆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感觉好像要在天上飞。师兄，再见。再见！再见！再见！大家好，嗨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刚才我只是回了一趟天空，探了一次亲而已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嘿，保持距离，你身上有一股包子味儿。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怎么突然就好了？不是生病，是一万年我会被召回天空一次。心里思念嘛，还是这的东西好吃。对，大人回来了。我感觉你回来以后样子变得可爱了。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以前不可爱吗？师傅，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，我已经挽回友情，更珍惜友情了。阿弥陀佛，很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布袋好像变可爱了。喂，都怎么说话的呀？这样夸我，知道以前的我有多少幸福。去玩喽。